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外脆里嫩、非常好吃解馋的炸鸡腿，真的是太香了。首先准备几个鸡腿，用牙签往上面扎点小洞洞，方便入味。然后把鸡腿冷水下锅，放入葱姜料酒，煮出里面的血沫和脏东西。把鸡腿煮至断生之后捞出，放入葱姜蒜，加一勺料酒，再加一勺生抽，再放点食盐和白胡椒粉，充分抓拌均匀之后腌制一个小时左右，让其入味。然后准备炸鸡果粉，酥脆的关键就是这个炸鸡果粉，让鸡腿裹上一层炸鸡果粉，然后把鸡腿放清水里面浸三秒钟，然后再裹上炸鸡果粉，然后再放到清水里面来回重复三次，这样做出来的鸡腿就起鳞片了。然后抖一抖，抖掉多余的炸鸡果粉，都做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油温六成热，下锅小火慢炸，炸的时候注意来回翻动一下，防止炸糊了。炸至金黄酥脆之后捞出控油，非常美味的炸鸡腿就做好了，又香又酥脆，每次做我家孩子都特别喜欢吃，喜欢就赶紧在家试试吧。